两岁啊。为什么没有反应的？难道？同时确保你的睡眠不被打扰。Dibawakan oleh pengaja utama jelajah jiwa SME, Unify Business, Gerakan Digital, pilihan anda.我放水。
你吃个三分的最好听的，吃的时候我就点的时候，从外面点到里面去，啊，阿姐，你之前有讲过吗？他有在家，这跟香菜一样，高产。这个留太多，不会，给低一点点就在。我那个水里面肯定不大，都没有动。 对啊，要不会动。那你就，哎，你别，这个剪多少都没有关系的，不要剪到水里面它散掉的。对，散掉的话你就不好，不好整理。对，水都是腐蚀的。哈哈哈哈哈！都已经掉下去了。啊，这个根呢，我们现在剪掉是在水池里面就好，它是在长嘛。不是。 我们要清掉，要这样清掉，清掉以后我们再重新种。我们种的时候就用叶子，叶子，哦是哦，那要放水吗？那时候，那不能放水，你放水就不会，就没掉头啊。哦，所以它开始的时候，最开始会先把水放掉，对，那放了快干的，你的虫太多了。这是蟹虫哎，对，哎呦，这是透明的，真的嘞，这个虫哦，它吃的呢。 它不会淹死吗？它不怕水，它会游泳。它会游泳。我也会游泳吧。它在睡觉。怎么睡觉？它在吃，它在吃。哇，它可以吃很饱哎。但那个这个虫，这个面膜，它不会太很大，太大，都吃光光的。是的。我们不管它。 三天好，二十天就6天，2个月就在。那今天，那你严重。外面没有人要卖水晶酱卖的，这个是当贸易。可爱呢。在当地的，你不要乱交，外面没有卖价老师的。老板在干嘛？
尽量不要拿食物来玩。